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。珍惜候鸟，命悬一线。这路了，还有一个路，前路在。已经用了很多药，要努力，要多用。爱鸟护鸟，七旬老人舍家救鸟。这个鸟我就是比什么都稳重，我必须一弄啊，恢复死人。九合股份提示您收看李春如救助东方白鹳的感人故事。每年鄱阳湖都会迎来几十万只越冬的候鸟，种类超过300种。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伤病的候鸟超过200只。救了一只东方白鹳，东方白鹳都是一呼一吸的，它为什么一个？我想在这里看一看，它路上有没有东方白鹳来找它，就拿着喷你来。3天前，一只受伤的东方白鹳被护鸟志愿者送到了候鸟医生李春如的手中。这两天的巡湖观察，老人希望为这只落单的候鸟找到栖息的同伴。看到两天呢，它没东方白鹳，这里看也没有，哪里看都没看到，没看到东方白鹳的影子。中文说明，这只东方白鹳是个很孤独的鸟，在人样的嘛，孤独的就寂寞嘛，寂寞的就这个精神支柱倒了。在江西九江的鄱阳湖候鸟救治医院，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东方白鹳。被发现的时候，它已经奄奄一息了。这只东方白鹳为成年雄鸟，身上没有外伤，但无法站立，眼睛不能完全睁开，已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。它21号来，一到这里就是眼睛不能睁开，精神很不好，为这个药都弄出来。硬了，它好硬，心里不好，洗脑，站都站不稳了，现在是。李春如从小在鄱阳湖边长大，从1982年偶然救下第一只候鸟开始，40年间，他用救人的医术帮助10000多只受伤的候鸟重返蓝天。因为爱鸟，2013年他自筹资金搭建了这所候鸟医院。这东方白鹳可能是胃神经啊，它吃了神经问题。哎呦，这里中欧一位，晚成一位，是这样的。你可怜呐、啊，是吧？没吃东西路，你是可怜不可怜？东方白鹳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球仅存4000多只，被称为鸟类中的大熊猫。它年龄高，现在至少10-20年以上。这个鸟这个体上这么多疤痕的，你看到吗？这证明的钙化的前期啊。这个鸟它到一定的寿命期的时候，体疤表面钙化掉下来就饿死，它一定活不到明年。就是我救好了以后，它也会死了，就是。尽管这是一只高龄的东方白鹳，可老李却舍不得放弃，
还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俏白。高一哦，等呢，好好好，等你。东方白鹳啊，现在这个站不稳，所以我要买新鲜鱼给他吃。他不吃这个冰冻的鱼，也不吃那个过夜的鱼。到处找鱼啊，我是为了几个鸟。看见？好，要破地。好的，干净了。那干净干净，麻烦给我这个对啊。这个鱼呢，挺喜欢吃了。这个因为这鱼啊，营养价值极高。现在没有，就这么多。你说是有好几斤呢？好几斤呢？要盐盐吃？你算量算量来。算量啊！但是鸟要对你算量，今天隔天鸟，他不要我就行。这能够他吃几天？四天。哎，走了，这等一下死了。他叫啊，笑牌，笑的就叫。你看多高，这么高。他现在的体重就只有3公斤。这脖子弄了下去啊，不喂了不吃啊，不吃就饿死了，危及了生命啊！你坚强地握下去了，你的伙伴马上白天了，你连我的都跑远湖过不下去，你要好的治了啊！今天我搞这样的路，把这搞了新鲜鱼，你早日康复，早日恢复蓝天。撸了一个，完蛋！是撸了，我上来撸就撸了，是撸了。给，十一毛三一毛，这是你自己高兴的时候。好，你高兴，好，你高兴我就高兴。是在唱歌，跟我唱歌，我喜欢你。除了救治候鸟，目前医院里还收养了一位特殊的病人。这只鸟啊，现在是24年了，我捡它的时候不到3年，那几个基因啊。天生残废啊，我救了这么多鸟呢，最好的就5斤多，现在就老了瘦了。哎，你想飞是吧？你飞不来嘛，人老了不知事，你个鸟老了也不知事。野生苍鹭的平均寿命只有10到15年，如今候鸟医院已经变成了这位24岁老寿星的养老院。啊，你要回去是吧？叫我跟你走啊，我才不理你。为了让俏白尽快开口进食，老李打算跑一趟水产市场。要多少啊？要买3斤。这个你就小吃小料点，多少一斤呢？20。便宜一点吧。29块钱可以吧？18块钱你放我放，你好我好，好吧？可以，就这么多，3到4斤可以。三斤差。
擦一点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东方白鹳啊，平常见那个泥大一点的泥都容易露，见泥就小一点，看它露不露，千万不要把它激活嘛。这个还要不？这叫个方法了，我这边五坡，下面的旧的滴到它的底里放下去了，爆炸了，放不下去了，就这样了。啊，你来，你抓着这个，把那盖子打开了，你喂它吃了，对，是吧？小了吧那个？我再去咬一点过来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还一个，还一个去，一个。现在有力气现在。哦，吐出来了。要吐出来了。要这么了。它又露出来了。还有露，全露出来。全部露。钱都没有了。已经用了很多药，要用的药都用了，这不进食不行。哎呀，为什么不用了？这些年为了照顾候鸟，老李几乎很少顾家，偶尔回趟家还是为了给候鸟准备食物。要吃生的一定要洗干净，家里洗菜连门都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家里是大笼子主人，你知道吧？走吧，老姑娘，我走啊。那好。因为候鸟，老李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在妻子眼里，候鸟的大恩人却是一个完全不顾家的局外人。家里的恩人都是我管。老刘的，那就是全部就是官僚，所以我这个房子的这个家业都没有，就是什么东西了，就没有吃什么东西，就是全部都搭在这鸟上去了。哎，人生有没得个这个鸟啊，就是比什么都稳重。我在乎了，我不是不在乎了，但是我想到候鸟这么多双眼睛，求助的眼睛。那就闭上的眼睛就向着我的时候，我觉得不糊涂，我觉得我还是个有用的人。妻子不了解的是，老李在候鸟的世界里如愿找到了自己。就是这个，这个了，没有破它就看破了，差不多这里一条沟，好大的力啊！这里有鱼，你也享受，你抓紧吃一点，我放心一点。听懂了我的话吗？哦，你咋点头？你同意了？哼，也好。我知道你年龄很高，为自己的生活也争取争取。
你要配合我的治疗，接受治疗。好大的电路，大烟还有点我肚子痛。这些在鄱阳湖栖息地越冬的候鸟，经过整个冬天的休憩觅食，已经储备了足够的脂肪和体能。它们正准备搭乘春天的暖湿气流，回到北方老家繁衍后代。春分在即，受伤候鸟能否赶上北迁大队？我必须让它恢复自然，这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的义务。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。三天后，老李惊喜地发现翘白似乎也感受到了同伴的呼唤，病情有了好转。你看呢，他把这整好的这么多年的痕迹了呢，他的鸡好坏呀，遭殃的呀。他能做这个优秀，他都是一种好的表现，因为他有生存的欲望，有想吃的欲望，啊，只有那种欲望才能让它能真正平衡，才能慢慢的治，就治得肚子里去了，就治得了这生命里去。这样就精神了，我就喜欢你。这把这头一低的我也不喜欢你。你好，我也好。春分临近，鄱阳湖水位连续上涨，滩涂面积逐渐变小，候鸟失去了觅食的空间，纷纷北迁。老李必须赶紧将翘白的放飞计划提上日程。跟去，张明，你跟去。身体逐渐好转的翘白，却有了被家化的迹象。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体能，他将错失北迁的最后时机。要挑战近万公里的长距离飞行，翘白开启了紧张的野外拉练。上台地了，现在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好了，回家了。今天7号，9天，这个翘尾到我这来的，是死亡现场，现在基本上是成功的。好的，他睡觉都站着睡觉。他是这样睡觉，
更是一个一直叫，这是你舅舅，这是你舅舅，这是你老婆，有个舅舅，一个老婆，你怕了更啥了？鄱阳湖每年大概有3000只东方白鹳在这里越冬，约占全世界总数量的75%。当春季来临，从鄱阳湖越冬的东方白鹳便开始北迁，陆续回到北方繁衍生息。离别越来越近，半个月的朝夕相处，老人与鸟早已难舍难分。结果大雁都飞走了，全部飞走了。最后一批候鸟即将离开鄱阳湖，老李也意识到，接下来将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告别。我把你们当作我的家人，年纪大了，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多吃饭，多活了，烦。有很多事需要做，还有未来需要看。我这君子居几时？